刘德华以十指紧扣高调的手法让朱丽倩证明，那么前女友于可欣献上淡淡的祝福，于妈妈呢却是跳出来说，华仔跟于可欣呢那个时候还在谈恋爱，是呢朱丽倩介入的，而且呢还追得很紧。那么于妈妈暗指说刘德华当时劈腿了，那么于可欣呢还因此跟他大吵大闹，要他呢就是不要我，要我呢就不要他了，那么接着呢就闹了分手。于可欣多年来是放不下这段感情，那么于妈妈也不舍也不甘，对于刘德华终于认得朱丽倩，那么那个于妈妈呢是酸溜溜的说，不管当初是怎么抢的，她也总算是熬出头了。